传法记，即历代祖师传授给下一代祖师的记诵，历来被视为禅宗灯史的核心内容。因此在中国佛教禅宗传法思想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毗婆尸佛传法记，身从无相终受身，犹如幻出诸形象，幻人心识本来无，坠浮皆空无所住。施弃佛传法记，起诸善法本是幻，造诸恶业亦是幻，身如巨墨心如风，幻出无根无实性。毗舍浮佛传法记，假借事大以为身，心本无身因尽有，前进若无心亦无，坠浮如幻起亦灭。居留孙佛传法记，见身无实是佛见，了心如幻是佛了，了得身心本性空，诗人与佛何殊别。居那含牟尼佛传法记，佛不见身知是佛，若实有知别无佛，智者能知坠性空，坦然不惧于生死。迦摄佛传法记，一切众生性清净，从本无生无可灭，即此身心是幻身，幻化之中无坠浮。释迦牟尼佛传法记，法本法无法，无法法亦法，今复无法时，法法何成法。初祖迦摄尊者传法记，法法本来法，无法无非法，何于依法中有法有不法。二祖阿难尊者传法记，本来复有法，复了言无法，个个虚智悟，悟了无无法。三祖桑那合修尊者传法记，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，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四祖优波居多尊者传法记，心智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，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五祖提多迦尊者传法记，通达本法心，无法无非法，悟了同未悟，无心亦无法。六祖弥遮迦尊者传法记，无心无可得，说得不明法，若了心非心，实解心心法。七祖婆须弥尊者传法记，心同虚空界，是等虚空法，证得虚空时，无是无非法。八祖佛陀难提尊者传法记，虚空无内外，
心法亦如此。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九祖，佛陀密多尊者传法偈，真理本无名，因名显真理。受得真实法，非真亦非伪。十祖，邪尊者传法偈，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。领得真真法，无形亦无止。十一祖，富那夜舍尊者传法偈，迷雾如影显，明暗不相离。今复影显法，非一亦非二。十二祖，马明尊者传法偈，影显即本法，明暗原不二。今复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十三祖，迦毗摩罗尊者传法偈，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偈。悟此隐显法，非愚亦非智。十四祖，龙树尊者传法偈，为名隐显法，方说解脱理。于法心不正，无嗔亦无喜。十五祖，迦那提婆尊者传法偈，本对传法人，为说解脱理。于法实无证，无终亦无始。十六祖，罗侯罗多尊者传法偈，于法实无证，不取亦不离。法非有无相，内外云何起。十七祖，身前难题尊者传法偈，心地本无生，因地从缘起，缘种不相妨，花果亦复耳。十八祖，伽耶舍多尊者传法偈，有种有心地，因缘能发萌，于缘不相爱，当生生不生。十九祖，鸠摩罗多尊者传法偈，性上本无生，未对求人说。于法既无德，何怀觉不觉。二十祖，舍业多尊者传法偈，言不合无声，同于法界性。若能如是解，通达事理尽。二十一祖，婆修盘头尊者传法偈，泡幻同无碍，如何不了悟。打法在其中，非今亦非古。二十二祖，摩黄罗尊者传法偈，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任得性，无喜复无忧。二十三祖，赫勒那尊者传法偈，依法一切法，一切依法摄，无生非有无，何分一切塔。二十四祖，狮子尊者传法偈，正说知见时，
知见俱是心，当心即知见，知见即于今。二十五祖，婆舍师多尊者传法偈。圣人说知见，当尽无是非。我今悟真性，无道亦无理。二十六祖，不如密多尊者传法偈。真性心地长，无头亦无尾，应缘而化物，方便呼为智。二十七祖，般若多罗尊者传法偈。心地生诸种，因是复生理。果满菩提园，花开世界起。二十八祖，菩提达摩祖师传法偈。吾本来之土，传法救迷情。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二祖，慧可大祖禅师传法偈。本来原有地，因地种花生。本来无有种，花亦不成生。三祖，声颤见智禅师传法偈。花种虽因地，从地种花生。若无人下种，花地竟无声。四祖，道信大一禅师传法偈。花种有生性，因地花生生。大缘与性合，当生生不生。五祖，弘忍大满禅师传法偈。有情乃下种，因地果还生。无情即无种，无性亦无生。六祖，慧能大见禅师传法偈。心地含诸种，普语悉皆生。顿悟花情矣，菩提果自成。七祖，南岳怀让禅师传法偈。心地含诸种，欲则悉皆蒙。三昧花无相，何坏复何成。八祖，马祖道一禅师传法偈。心地随时说，菩提亦指灵。事理俱无碍，当生即不生。禅宗传法偈，中。